这个最少多少钱收摊了？我这边收摊的最低你要要了8500。8500这一块太贵了。这年份好，它不是那种那个磨的，不是那种刀光啥的，这是最晚乾隆，乾隆晚期的东西，咱也懂。我做了我不跟你说。这个到不了乾隆，这个到不了乾隆，这道光的。这个直播间的他们都是我看了多少次了，包括开店的，都说是这个乾隆的，但是没他给的价格都不行。今天这店里来了好几套了，你看这画工看出来了，这葡萄你看都是假紫的，松鼠葡萄这都脏乎乎的，真是的。不是咋回事，老东西啊，它毕竟是冷过，你看这个瓷板多厚，便宜点处理了吧。处理了吗？你再少了嘛少、啊、你给8500是最低。不是，给5000块钱还不行吗？不行，5000块钱行了，这四块。你也别那么了，收摊了，慢慢了。我知道收摊了，你别给我碰出去了。啊，碰了我给你钱，是吧？石老瑞最少6500，6500最低了。6500你要行，今天你捡个小路，不行啊，我跟你说吧。我这半年来不一次，你这个路你也捡不了了。6500，他画的，你看画的，他一点毛病都这边有点小冷膜，对，都有点小磕，我看了，这不有点小磕皮吗？这四块这粘到一块了哈、啊，给那个麻子5500，再加500块钱，对吧？散场的码。不要6000，给我扫码。我一会儿要回我老家了。6000块钱。你这脏乎乎的，真是的，给便宜点吧，对吧？脏乎乎的，这上头都，是吧？5500有点少。5500行了。你这加个300行吗？5800。你要行，我都给你包起来。啊，行，5800包起来吧。行吧，给包一下吧。这个真是在店里能卖，说卖8000、1万的，和玩似的。哎呀，不好卖，现在生意不好做。不是不好做，你有好货，他们有钱人，他喜欢有的是。稍微一包，我放书包里就行。稍微一包是。我得给你包好了的。行行吧，行，我这我一铲就行。行。好的，朋友们，这是一块瓷板画，清中期的道光的，这最晚道光，看看这个多厚啊，厚度得有1厘米哈。然后呢，精品，看了吗？这是松鼠葡萄哈，对啊，然后寓意非常非常的好，葡萄嘛，多子多孙啊，然后瓜果连绵啊，寓意非常非常的好。这种东西一般在清中期的话，瓷板啊，这个级别也很高的，一般都是贵族啊，就是说富贵的家庭才会有这种瓷板的东西来。然后呢，看看这种老皮壳老包浆哈、啊，然后哎呀，挺沉，不太好拿哈、啊，看了吗？啊，然后呢，这是刚淘到的哈、啊，脏乎乎的是吧？今天阿斌就给大家变个魔术哈、啊，什么叫做老气如新啊？看看上面这个多脏啊，是吧？给大家变个魔术啊，手套、开水、洗脸盆、碱面，还有一个布子啊。来，下面请戴上手套啊。为什么要戴上手套啊？因为那是100度的开水，害怕你烫着手。好，第二步，将瓷板画放入水盆当中啊。好，第三步，撒上碱面啊，这些东西就是食用碱啊，咱们那个做馒头的那个碱面啊，这可以用的啊，多倒入，哎，多倒入一些食用碱，好，可以了。第四步，倒入开水啊，100度的开水倒入，直接倒就行，哎，倒，多倒点，把它浸过来就行了。多倒点行，将这个瓷板泡过来，哎，多倒点，哎，如果说是好，可以了。然后如果说是重器的话，就是说很高的一个瓶子的话，那就不需要泡过来，就一点就可以了。然后最后一步拿布子擦擦就可以了，小心点啊，不要烫到手哈。给大家看看这个，一会儿我们擦完之后哈，看看这个擦的怎么样。这个瓷板的话，这是属于咱国内的老传世了，松鼠葡萄题材最经典的了哈，寓意非常非常的好啊，四块一组，清中期200多年，什么概念嘛啊？看这还是有点灰金，那几块条透过来了吧？这手套应该，啊，哎，这边这里，嗯，啊对，拿出来对，磨损的厉害哈。哎，你看了吗？这个你看这一洗多干净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啊！啊，对，好，来，拿这个，这是洗碗的啊，洗碗的，来，对，
哎，这个应该还能用上点劲儿啊。可以对照我们之前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然后跟现在的真的是天地之别啊。然后上面的这种的小黑点点，这是摇毡哈。然后看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稻草壳，这是稻草壳哈，窑里带的。松鼠葡萄画的多么的细路吧，看看。好，这个我们洗完了之后，然后再用清水啊，清水再洗一遍就 OK 了哈，看看。然后呢，我再用清水洗一下，给大家再看看哈，擦干了再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好，是清理之后的效果，给大家看看啊。非常的非常的漂亮，200多年的老传世的东西啊，这在之前的时候，这个，哎呀，家里很牛哈、啊，达官贵人啊，富人啊，然后呢，松鼠葡萄寓意我就不多说了哈、啊，然后呢，因为刚才我们讲过了，给大家近距离的看看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稻草壳哈、啊，稻草壳窑毡的啊，在窑里毡的啊，因为之前都是柴窑嘛。松鼠葡萄四个一组哈、啊，四个哈、啊，这一共是四块瓷板，然后呢，厚度非常的厚啊。因为清中期的时候还算是，有汤前盛世的余风嘛啊，然后呢，国力还算是 OK， 还算是可以的啊，然后再往后就不太好了哈。说到这里啊，然后呢，肯定有一些朋友说阿斌哥捡漏了哈，确实呢，这四块的话确实是捡漏。好吧，这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，希望大家呢能跟着阿斌学到更多的知识啊，然后呢，请为阿斌点赞点关注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啊。